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3集，今天给大家做 New Age 所推出的 GGID，这个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女孩们准备好了"，然后下面有一个"勇敢冷静的女战士"完成，应该是同一个意思。然后这款 RC 的话也算是局外里头非常重要的角色，再怎么样，这个性别的部分呢，还是让我们对她印象不得不深刻的。粉红色的一个代表人物啊，非常绚烂的人生，他的身边有很多的男角都跟他有说不清的关系。那这款玩具我的期待度比较高，那实际上拿到之后的话呢，在人形方面呢，我是满意度比较高，最主要是它的人形的比例啊做得挺漂亮的。背包还是有，但是至少两侧造型做得还算可以，收纳还不赖。两侧有个不对称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部分，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背包，然后有个通讯器的天线啊。然后它的可动呢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也不随便这么快的摸胸部啊，别这样。它的头部啊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左右啊动得非常的灵活。然后这个部分掀起来之后呢，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的，那只要稍微硬扯一下的话呢，就可以将这个部分呢给换下来。那么这个戴眼镜的话呢是它的替换部件，实际上呢，玩具刚拿到的时候呢，默认的呢是没有戴墨镜的，稍微扣一下就可以将它放回去了。那我个人是觉得戴墨镜的那个版本似乎是比较性格、比较好看。那佩戴的一个配件的话呢，除了这把枪之外，还有另外一把大枪。大枪的话呢，我就顺便把这个替换手呢给摘下来，让各位看一下这个替换手的一个安插是非常简单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把小枪，如果你要两手拿小枪，也是可以的。那手臂的话呢，我觉得它有一点很好啊。它这个造型的话呢，这个是一个球形关节，但很紧实。那大部分的情况下，就转动的时候呢，由于背后有个背包的关系，所以我们几乎看上去的话，就会觉得，哎，这个球形关节是很完整的啊。尽管有一些破口，但是你就不太容易去转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受。手臂的话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可以弯超过90度的，那拳头因为可以替换，自然就可以拿下来了。然后这个腰部的话呢，这个地方。这里是要往上推啊，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往下放，左右的话呢，还有一点点的，如果你硬要扯的话呢，是可以稍微把它后面这里松开一下下，如果你有其他特殊角度，你非得转到那个角度不可的话，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变形的时候有需要，所以这个颈部的部分多了一个关节，但脚踝的接地呢，比较一般啊，幅度没有说非常的大，但是也相当的足够了啊。然后由于背包比较巨大的关系，在站立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去控制一下，去掌握一下它的一个重心。那可以说它是一个高可动的一个展示的女性人偶。那我们将这个手臂的话呢，换成这个手掌好了啊，因为呢在变形的时候，哎，装错手掌啊。我们把这个武器的部分呢给都替换掉，将它给装上去。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它的变形呢，其实。记忆点也是很强。对了，人形下还有一个缺点，这个地方，两腿合并的时候是靠着这个凸去做一个结合啊，这点是，好像没有更好的。你看它走前后动，它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个收纳方法啊，比较可惜。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我习惯吧，是把背包的这个部分，它是靠的这里，这个地方，看到没？后面这里有一个扣进去的关节，先把它给松开。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这里需要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硬扯开。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内部，它是有一个上下搓动的关节。那我们把上面这个地方搓成一个高度，就把它压下来，它就固定住了。然后这个部分就把它先推到外侧去。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它是有一个转动的一个关节，可以先方便我们转到外侧。然后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把它给解开推出去。然后呢，这个地方推下来。白色部件先推到外侧去就行了，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这里头这个部件把它给推出来，那接下来就是进行它整个变形里头唯一让我们会有需要一点惊喜感的啊，也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没料想到的。首先的话呢，从腰部这个地方往上提，它是有一个锁扣扣进去的，这里有两个凸，而且扣进去里头有两个洞，扣上去。我们先怎么做呢？先把这个推一下这个背包啊，它这个。按照说明书的解释的话呢，是说背包呢，先把它推横，
推横的目的只是说呢，方便我们把这个部件整个挑上来之后啊，这里内部还有个部件挑上来，整个挑上来之后，这里有一个转轴关节啊，我们就把它给进行一个翻转啊。这个背包本来是这样，你把它推成这样只是方便我们做一个旋转而已。如果你有办法利用塑胶的韧性将它整个翻过去的话呢，其实也不需要做背包特别的调整。然后你把这个头啊，这个它本来脖子的位置是在这里，我们把它往后面推下来之后，脸的话呢也要做一个分开。那接下来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胸口的这个部分给打开，这个地方胸口这个部分给打开，这里推出去。好，推出去之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是把这个脸的部分呢给推进去啊，各位看到了吗？这样子把这个脸本来是这样分开，把脸给拆出来，然后推到前方引擎盖的内部去，引擎盖的内部去，然后这个部件胸口给推过来到这边啊，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把这个转轴关的机械做一个翻转，然后脸拆成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密合了啊，这个密合就比较不需要特别做太多解释的啊。我们这个翻进来到这里，好，我们就怎么做呢？这里部件把它整个的往前面推出去，顺势往前推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个凸，前面有个洞，然后以及侧边这里啊也有一个凸跟凹，把它扣进去。这个的话呢，甚至说你暴力的去变形的话呢，啊，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完全能够承受得住的。这个地方将它给扣进去，两侧都一样。好，都扣进去了。然后的话呢，脚的话就更简单了。脚的话呢，这个臀部后面这里有个缝嘛，我们把它往下面拉出来，拉出这个缝。这个缝是要做什么的呢？是要把腿呢，把脚掌翻转180度之后，然后就是把整个脚这样子往上折上来，然后把这个鞋尖的部分呢给塞进去这个缝。塞进去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色的这个两个部件包过来，然后呢做一个合并。那合并的时候呢，还包括了侧边这里粉红色的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然后还有这个腿中间呢，这里刚提过的这个部分，记得也要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就侧边一共五个卡扣，哦不对，四个，下面一个，左边右边还有中间，所以一共是四个，就把它给扣上去。你刚刚手掌掉下去了。这个变形其实吧，就是中间的身体那个部分翻转是有个小惊喜的，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几乎是看上去是蛮直觉的。然后手掌啊，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是没有安装手臂的。那我个人啊，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手轴护轴的部分是朝内部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部件推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头的部分呢，你可以再把它往里面推一些都没有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保持住这个部分，它是一个这样过来垂直下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它的滚动性啊，原则上所有的轮胎呢都能够推得到定位。那么这个已经是它变形完成之后的样子，整个车型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算表现非常好。它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从侧边来看啊，机械的手是无论如何都会露在下面，但是它并不影响我们的滚动啊，各位刚刚已经有见识到了。然后上方这个透明的部件但是呢没有座位，可是它有一个仪表板的一个小刻画还是有的。那除了说底部你可以看到露出手之外，它的整个车型的比例啊，我个人觉得如果硬要挑的话是后方可能稍微厚了一点点啊，前方只有到这里，它理论上过来这个可能要再削掉大概20%的，如果减薄20%，它的流线型应该会更加的好看。那整个变形的话呢算不算有亮点，也算有吧。如果说简单是一个亮点的话，我觉得是算 easy 的。那背包的话就是拆开折叠，那没有多大的一个难度，那公差计算的也相当好，然后漆面呢表现也是 N 的一贯的水准。那么最主要的卖点还是它人形下的高可动的一个表现，几乎呢能够摆出绝大部分你想要的一个 pose。 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听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